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第二呢，就是持戒波罗蜜，诸恶不作，众善奉行，修这个身口意三业不犯，三业清净。第三是忍辱波罗蜜，忍辱生忍法忍，无生法忍，也就是说你不能忍也应该忍，你忍不了的也要忍，你呀正得这个无生法忍这个境界，不见有少法生，也不见有少法灭，人可欲心啊，你想要说也说不出来这个境界，你想要想也想不到这种的境界。第四就是精进波罗蜜，精进身也要精进，心也要精进，这个精进必须要有坚成恒，是长远的精进，诚心的精进，坚固心精进来精进波罗蜜。第五就是禅定波罗蜜，禅定我听啊，你们翻译这个禅有的时候又说闲啊，这是一个糊涂翻译，禅就是禅，没有闲，这个听日本人那么样就闲，这根本就是一个，不需要翻译成两个啊。那么你日本人叫禅，你就翻译成禅，好像印度叫禅呐，你又翻译成你又说禅呐，这个禅呐根本也不是中国的话，日本它改成行，这根本就是日本的音啊，你怎么样是可以随他那个音翻译出那么多的翻译了，也不可以的啊，你回着就翻译禅啊，这个禅呢翻译成中文它叫思维修，它也并不是啊说就是禅啊，思维修又叫静虑，那么这样子譬如你啊，印度叫禅呐，啊，中国叫思维修，啊，或者法文是个什么，或者德文是个什么，意大利文是个什么，葡萄牙文是个什么，那么你要翻每一个国家的这个音，这未免这是个糊涂翻译。所以有的时候我听啊，又禅又行，不知道讲个什么。那么这个禅定要坐禅，是久坐有禅，久住就有缘。你在什么地方你没有缘，你住久了就有缘了。你这说我没有定，你常坐它就有定了。这个定啊就是要你忍，
好像我这儿坐着，这个腿子痛了，腿子麻了，就要翻一翻，啊，活动活动，这就是没有定，没有禅定。你有禅定，他再痛我也能忍，再麻木我还能忍，就是要一个真正的忍，真实的忍。说我痛了忍不了了，那你就没有定，你有定什么也都会忍得住的。痛就是有人把我这个腿给我割去了，我还是要做，我还是不动，这就是禅定。你定就能生慧，由定生慧，你一定这也就静了。你这一静，静即光通达，你静到极点就现出智慧来，静即光通达。这第五是禅定，第六呢就是智慧。智慧是中文，梵语叫般若。这个般若有三种般若，有文字般若，有观照般若，实相般若。由文字般若而起观照般若，有观照般若而达到实相般若，这是第六波罗蜜。那么还有四种，就是方便波罗蜜，你用种种的方便也都能得到彼岸。愿波罗蜜，你发愿，常常发愿，发愿勤修戒定慧，发愿熄灭贪嗔痴，发愿修诸佛恨，修诸佛所修的恨，发愿成诸佛所成的这个觉位，这个觉悟的果位，发愿要行菩萨道，发愿要勤修法门，所以呀，这个要有愿，就要有力，用这个力量来行持佛法。那么，然后又要有智慧，这个方便、愿、力、智这四种，都是波罗蜜。这合起来前边六度，这叫十度。这十度的法门，出世善根，这都出世的善根，皆系清净。你能修习这十种的法门，就得到出世善根的清净。犹如普贤得佛自在离魔境界，这就好像这个大横普贤菩萨一样的，得到这个普贤的菩萨所修的这个横门，得佛自在的神力，离魔境界，离开一切魔王的境界，入诸佛境，入一切诸佛的境界，了知身法，明白这个无上甚深这个微妙法，怀难思智，能得到这个不可思议这种的智慧，大乘
誓愿。这个修行大乘这种誓愿呢，永不退转，永远呢精进而不退转。常见诸佛，你能这样子，就会常常见着十方诸佛，未曾舍离。你呀，见着十方诸佛，常常与佛同住，和佛在一起，常常学习佛法，供养诸佛。成就正知正无量法，具足无边福德藏力，发欢喜心若无疑地，离恶清净，以一切智见法不动，得入一切菩萨众会，长生三世诸如来家。世尊所现入世庄严，皆是过去先所寂寂善根所成。修行的菩萨得到常见诸佛如来，未曾舍离，那么一时一刻也不离开佛家。所以啊，才能成就正知，因为不离佛家，才能成就一切的智慧，正得一切的智慧，正无量法。正得一切智慧，又正得无量这么多的法门，具足无边福德藏力。具足无量无边那么多的福德藏力，发欢喜心，因为有福德就会发欢喜心。能发欢喜心，就能入无疑地。入无疑地，就只有深信不疑，没有怀疑了。没有怀疑，也就是啊，把这个无明破了，破无明了，显出本有的法性，离恶清净。你能没有疑了，就是断出三恶道的这个种子了。你要有怀疑，就和三恶道不能脱离关系。三恶道就是地狱、恶鬼、畜生，离开三恶道就会得到清净。一切智，依这个一切智，见法不动，见这个法的本体啊，它是寂然不动的。入一切菩萨众会，能和一切菩萨为伴侣，入一切菩萨的众会，
长生三世诸儒来讲，常常的生于佛家，世尊所现啊，这是啊佛所现出来的这种境界，入世庄严，像前边呢所讲的这种种庄严，皆是过去先所寂寂善根成所成，都是啊在过去生中或者生生世世所修的这个种种善根所积聚而成就的。为调伏诸众生故，开示如来大威德故，照明无碍智慧藏故，世间如来无边圣德即知然故，显示如来不可思议大神变故，以神通力一切取现佛身故，世间如来神通变化无边际故，本所志愿系成满故，为欲调伏诸众生故。这所有的一切众生那是不容易调伏的，所谓娑婆世界刚强众生难调难伏，因为不容易调伏才要调伏，诸佛菩萨用种种的善巧方便这个智慧来调伏一切难调难伏的众生啊，这个众生啊难调难伏，就好像啊那个野马似的，不容易把它调伏了，又好像啊这个不听话的学生一样，嗯，你叫他学习什么他不听，这也就是难调难伏，这个学生难调难伏，那个教师啊就要费了很多脑筋来想尽方法来教导他，令他调伏了。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也是这样的，一夫入世也是难调难伏的，但是啊不能说他难调难伏就不来教化他了，不是的，还是啊要想方法来调伏的一切众生。那么教师教学生，这学生不容易教化，也要想尽呢这种种的方法来呀、啊、叫这个学生。开示如来大威德故，因为佛的大威德一般人呢不知道，所以菩萨佛呀要啊来开示
佛的大威德。这种大威德呀，是无所谓，没有畏惧，好像女人呢给人说法，为什么你那个声音呢也伸展不开，又想讲又不敢讲啊，讲也讲不出个所以然的这个道理的，就因为啊有这个大众威德位，佛有大威德位，俺们这一切众生也有大威德位啊，就因为啊被这个大众的威德位啊把你盖住了，你没有那么大的德行，见着啊这人多了就不敢讲话了，这叫大众威德位。那么佛的大威德啊，佛是啊啊世出世之尊，没有在呀、啊、比这个佛有威德的这个人了，佛是最有威德的。那么佛的智慧光明啊，是照明无碍智慧藏故啊，照明没有障碍这种智慧藏，世现如来无边圣德即知然故，世现也就是啊本来没有呢，那么现在啊世现有了，世现呢如来无边圣德即知然故，佛呀有这个无边的圣德即知然故啊，这个圣德呀就好像呢一堆火着得很旺似的，显示如来不可思议大神变故，又显示啊很明显的来呀告诉一切众生啊，佛呀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大神变故，大神通大变化，以神通力于窃取现佛身故，以这个大神通力于窃取，就是啊地狱恶鬼畜生恶修罗啊，这一四恶取一遍现佛神故，能现出来啊这个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身啊，世现如来神通变化无边际故，又示现呢这个佛的神通大神通变化大变化啊，神通妙用变化无穷无边际故，没有边际，佛的神通也没有边际，佛的变化也没有边际，莫能知其边际，本所智缘系成满故，这个菩萨在过去生中所发的这种愿啊，都能随心满愿，能满呢这个菩萨所发的这个菩这个愿啊，你发什么愿就满什么愿，你发成佛的愿就满你成佛的愿，你发成菩萨的愿就满你成菩萨的愿，你发愿成众生就满成众生的愿，
所以啊，能满本本所志愿，系成满物，都能满，随心满愿。前世如来勇猛智慧，能辨罔顾，于法自在，成法罔顾，出生一切智慧文故，世贤如来身清净故，又现其身最殊妙故，贤士正德三世诸佛平等法故，开示善根清净赞故，贤士世间无能为于上妙色故，贤士如来勇猛智慧能辨罔故，贤士如来勇猛智慧，勇猛智慧也就是啊，这个神通妙用，不可思议的一种智慧。以这种啊神通智慧，能遍往十方无量诸佛的刹度，来教化一切众生，于法自在，成法王故。佛啊，这用神通用智慧，他都是啊无障圆融无碍，不是像我们人要想一想才做得到，他不需要想啊，都是一种圆融无碍，所以说于法自在，于法自在也就是于法任运，很自然的这种境界，成法王故。他因为得到这个任运圆融无碍这种境界啊，证得一切智慧啊，照了一切诸法实相，所以啊成为法王，成法中之王，成法王故，法中之王也就是成佛，出生一切智慧门故。那么佛呀，具足一切智，众生啊，小佛法必须要依照啊佛的智慧门而入这个佛的法藏，所以啊，说出生一切智慧门故，世现如来身清净故。那么世现出来，本来没有，世现出来，如世现的佛的这个清净法身，又现其身最殊妙故，有啊视线，这个佛身呢是最殊妙的，有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显示正德三世诸佛平等法故，
那么又很显明的指示一切众生，正德呀，这个三世诸佛平等平等这个法，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正德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法，就是正德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法，开示善根清净赞故，开示一切众生啊都有这个成佛的善根，都有清净啊这个本性，示现世间无能微于上妙色故，又示现世间无能微于，就没有可比的，没有可呀譬喻的上妙色故，最上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妙色，妙色身是诸佛这个妙色身是不可思议的一种妙色。你问问那个我跟这个两个越南的人，他为什么今天来呢？前世具足实力之相，令其见者无厌足故，于世间日照三世故，自在法王一切功德皆从往昔善根所现，一切菩萨与一切称扬赞说不可穷尽。国章和国行两个人真笨，今天饺子都包的现成，在雪柜里他们跑了吃不着，我得替他们可惜。前世具足实力之下，令其见者无厌足故，显示就是啊，很明显的来指示啊，这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啊，知道佛的实力，具足实力之相，这个实力前边讲过很多次了，之相。具足实力这个相，令其见者，令所有的这个众生见着佛的时候无厌足故，所谓啊百看不厌，不单百看不厌，就是千看万看万万看也没有厌足，总是啊看着看不完，这因为啊佛这个相好光明，把这个众生啊这种贪心都给吸引出来了，所以啊没有厌足，总也看也看不足，看不够。为世间日到三世故，佛啊是为世间日，能啊照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照耀三世，佛这个智慧光明令三世啊都得到光明，自在法王一切功德皆从往昔善根所现，自在法王也就是佛的一个别名，
这个佛为什么成佛呢？也就是一切功德皆从往昔善根所现，这所有的功德呢，都是在因地修行菩萨道的时候所积聚的善根所显现的，所现出来的。一切菩萨也是从啊这个善根所现出来的，与一切劫在这个过去无量劫以前称扬赞说叹佛呀不可说那么多的功德，没有穷尽的时候，因为在因地赞叹一切诸佛，所以成就这不可思议的功德。尔时兜率陀天王奉为如来言般如是，诸共聚矣，与白千亿那由他恶僧祇都率天子向佛合掌白佛言：善来世尊，善来善事，善来如来，应征等教，唯见哀悯处死宫殿。儿时世尊以佛庄严而自庄严，巨大威德威令一切众生生大欢喜故，一切菩萨发身悟解故，一切都率托天子增衣御乐故，都率托天王供养成事无厌足故，无量众生缘念于佛而发心故，无量众生重见佛善根，福德无尽故，而使都率托天王，就当儿之时，这个都率陀天王奉为如来言伴入世诸共聚，他奉事如来，也就是奉献给佛的言伴入世诸共聚，言就是很虔诚的慎重其事的来啊，备办就是预备啊，这所有的庄严具之后，所以啊叫言办入世诸共具，这一切的供养具之后，与百千亿那由他恶僧祇都率天子，和这么多的有百千亿那由他恶僧祇无量数那么多的都率陀的天子向佛合掌，对着佛合起掌来，表示啊深夜恭敬。白佛言啊，对着佛说了，这口也清净。善来世尊，是啊啊，善来是出世之尊，
这是来的正是时候，来的正好啊，也不早也不晚，正是应来的时候也来了，善来，善来善事，不单善于来也善于去啊，去到一个好的地方。善来世尊，这佛是号之一，善来善事，这也是佛号之一。善来如来，如来这都是啊佛的十号之一，乘入时之道，来成正脚，也叫如来，也是无所从来以无所去，故名如来。应正等脚，应正就是应供啊，无上正等正脚，唯见哀民呐、啊，我呀，唯独希望啊，佛可怜阿们，哀悯我们，哀悯，也对我们慈悲一点。出此宫殿，你接受我们的供养，来呀，做到俺们这宫殿里边，处于俺们这个宫殿里，就是接受我们的供养。儿时世尊，在这个时候啊，这释迦牟尼佛以佛庄严而自庄严，以十方诸佛的一切庄严而作为自己的庄严，巨大威德呀！这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啊，是世出世的一个大英雄，所以具足啊大威德神力，威令一切众生生大欢喜故，也是因为啊想要使令一切众生都啊生大欢喜的缘故，一切菩萨发身悟解故，令一切众生生大欢喜，又令一切菩萨发身悟解，发大菩提心，深信悟解开悟，一切都在托天子，所有的这个都率陀的这个怎么天子增益娱乐故，增加他们的欢喜快乐，都率陀天王供养成事，都率陀这个天王他供养佛成事于佛无厌足故啊，总觉得呀、没有供养完，没有啊成事圆满啊，他就是啊总觉得不足，无量众生缘念于佛，令啊无量那么多的众生啊常常啊心里想念佛啊，顺着这个佛的这种教化来修行，不忘于佛而发心故，常常发大菩提心，无量众生总见佛善根，无量众生啊都能种佛的善根啊，福德无尽故，这个善根呢、啊、和福德都是无穷无尽，等一切众生啊将来都成佛，
常能发起清净信佛，见佛供养无所求故，由之所有智愿皆清净故，勤济善根无懈喜故，发大誓愿求一切智故，受天王请入一切宝殿宝庄严殿，入此世间释放所有一切世间，悉以入时。佛呀，令一切众生种他的善根，将来成佛的功德是无有穷尽的，又常能啊发起清净信故，令一切众生啊常常能发大菩提心，生出一种清净没有染污的这种信心，求无上道，将来成就菩提的脚果，见佛供养无所求故，修菩萨道的众生，那么常常见佛，常常供佛。可是啊，见佛供佛并不是啊有所贪求，向佛来求，有所求是无所求啊。为什么无所求呢？他以为见佛呀供佛，这就是自己应该有的一种责任，所以呀要尽自己的责任来供养于佛，所以啊无所求于佛。不像俺们这一般贪心的众生啊，一在佛前拜一拜就要啊求个什么啊，回来求着开智慧，回来求啊所有的一切的希望圆满，这就是啊有所求了。菩萨他行所无事啊，所以啊无所求。所有志愿皆清净故，这个菩萨发菩萨心，发大志愿，也就是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消，佛道无上誓愿成，发这种啊坚固的志愿，皆清净故，都是为了求无上菩提脚道，清净这个本源的自性的真佛，勤济善根无懈息故。我们这个修道的人呢，要勤济善根，不论呢他多少善，你都应该去做去。所以说，无以善小而不为，你不要以为善事小就不去做去；无以恶小而为之，你不要以为恶的事小啊，你就去做去。恶事虽然小，你做多了就变成大了；善事虽然小，你做多了也就是大善了。所以啊，勤济善根就是由少成多，
你看那个山呢，为什么它作为山，就因为啊很多微尘聚集到一起的，就变成一个山。微尘虽然小，可以聚成山，所以啊要聚少成多，要勤聚善根，无懈惜故。你不要啊懈怠，不要懒惰，不要休息啊，就是常精进来啊，记住善根，发大誓愿，发这个种种的大愿，发大誓愿，求菩提，求一切智，求一切的智故。一切智这是最要紧的，所以要发大愿，求一切智，求一切智慧，受天王请，释迦牟尼佛呀，天王这样诚心请他，他就受，接受他这个，请求了，入一切宝庄严殿呢，到这个是一切宝所庄严的这个殿里边来，入此世界，这个娑婆世界是这样子。那么十方所有一切世界系入世，十方世界都像这娑婆世界这一样的，也有释迦牟尼佛在那说法教化众生，在兜率天说华严经。在明天呢，咱们这个提前庆祝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诞辰，本来是4月初8，那么明天呢是初4，咱们提前来庆祝。本来这个庆祝啊是应该在佛诞那一天，但是啊因为佛诞那一天呢很多人都去做工，所以提前来庆祝。那么巴黎也是个越南法师叫宣威，他是在9号，我们12号，他是9号，他也想啊请我到那边去帮着他们庆祝佛诞，可惜俺们就没有请他到这边来，这是一个遗憾。在明天呢由我们里边的人讲话的人，不要啊自己赞叹金山寺怎么样好怎么样好，不要说这一类的话，也不要赞叹呢金山寺里边的人怎么样好怎么样好，咱们所讲的道理都要啊与释迦牟尼佛有关系的，与释迦牟尼佛这个诞辰没有关系，这个不可以讲的而每一个人都要注意这一点。为什么呢？我们做得好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做得不好我们自己也知道，不要啊再净用这些个假名字啊来给自己戴高帽子。譬如那一堆大便在那地方，你就告诉人说那是香的香的香的，也没有人信。